在一个酒店里，有两个人正在聊天。哎，最近总觉得精神不振，头晕目眩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我看你又抽烟又喝酒又熬夜，黑眼圈都跑出来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很危险嘞。胡说，这真是无稽之谈。我天天喝酒，每天抽五包烟。又常常熬夜打牌。并且彻夜跟女人狂欢，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哇，真了不起，老先生真是天赋异禀啊。请问今年贵庚？什么老先生，我今年才30岁，还有大好人生啊。